这是2020年春节山水甲天下的桂林。桂林市的公园都已经关门，包括我身后的象山景区。象鼻山、王城、东西巷、十字街、米粉店今年春节都按下了暂停键，曾经中外游客穿梭的旅游名城从热闹回归平静，或者说是冷静。以前我都会来乐泉这吃好多好吃的，现在都关门了。这一次我们集体享受了最漫长的一个假期，有足够的时间陪家人，足够的时间学做饭，足够的时间去眺望与思考。我们都躲起来看着那些为我们遮风挡雨可爱的人，这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勇士，什么是社会责任与担当。万众一心，百毒不侵，愿春天回来的时候你我都平安地回归热土，相约盛世中华。